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是怎么吃脆皮雪糕的？哎呦，我是真的服了，这哎呦！哎呀，妹妹，你的车。好了，没了，你也敢上？这是我卖的。太恶心了，我不要。哎，别激动嘛，别激动嘛。哎呀，擦一擦嘛，真的是，看这不就没了吗？再说一遍，这是我卖的，不能有一点污渍。没有污渍了呀！哎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要让你心里那里有污渍看不到。干嘛呀 ？Slow down, we slow down.这样是什么呀？乱七八糟！可以啊，这个这个车我要了，我要了，兄弟，就一边是不是单调了？啊，懂了懂了。看这一下可以啊！哎呀，耍忍者必须是噻，这个超杀的新忍者一货上线了，开场就送 SS 二混吃三十年头。这个车我不卖了。咋可能？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！哎哎。